整整他是吧？应该。其实我有请一个朋友过来。刘德华，刘德华。还有啊。那这是你的生日吧？这是你的生日吧，刘德华。让程程知道姐姐是个什么样的人。程程发了新专辑，大家都知道吧？是是是，我还买了呢，9块钱，难得花这钱。厉害厉害厉害！他的新专辑呢，程程第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不是说希望我跟腾哥给他录个 MV。你说要拍 MV， 我的首个就是陈列对象，就是贾玲姐跟沈腾哥。所以这样好不好？一会儿让腾哥，让腾哥演一个那个摄影老师，我跟程程拍一小 MV 送给程程，我们一起说一个春游家族啥都不图。我是贾玲，我是杨迪之类的，他就可以出来帮我们弄这个嘛。看范丞丞发不发现得了哈，这就看他了。哎。嗯，你没，我们是不用演的，你也没必要，我们也扛了，我们不用演，我们知道你要来，但是好像啊，好像你也太自然了，沈腾哥，整个人太自然，我以为我没敢往那边瞅，我以为都在呢，走在门口都就入戏了，进来就，一会儿看你来怎么吵架啊。就真实的自己就好了。我是哪个机器啊？哎，都没戴帽子，就我戴帽子，有没有点奇怪啊？你要不要换他这个？换他这个绷发带？要换你这发带啊？试一下，先试一下，先试一下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样也行啊？就这样，确定看不出来吗？完，我操着一口南方口音呗，放三百匹往前溜一溜。来吧，你得拿机器来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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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Hello，Hello， 哎呀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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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太热了吧你这也，不热不热，我刚刚就彩排完了，我们现在就是在出发前要录个 ID， 录个这个王牌家族啥都不图，然后每什么家族？什么家族？身在曹营心在汉。王牌家族，直接王牌家族，让沈腾哥来，我走。沈腾哥也不一定有来，但你可以走。春游家族，然后说口号之后，每一个人要做一个自我介绍，还得做自我介绍，我们这几年白干了呗。来吧，从周深开始来。春游家族啥都不图，我是周深。我是老王。哎，该我了，该我了。跳一些。大家好，我是春游家族的贾玲，请问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弟弟最近出了新专辑，然后我用跳舞来帮他打歌，名儿也没有上，没有，我不用介绍，我是绝对没有答案的杨迪，你冲这俩机器，冲这俩机器，往前走一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游家族的范丞丞，然后呢，今年真是的，我刚才那么那什么，你就这么站着。今年我已经20岁了，我也刚刚发布了，哦不对，你是就是我发布了新专辑 Emerge， 然后呢，我跟我姐一样，然后呢在这里跳个舞，给大家给自己打 call， 对，可以吗？范老师能不能再来一遍？啊？再来一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游家族的范丞丞，今年已经20岁了，然后我用一小段舞蹈为我的新迷你专辑打 call。放了300匹往前溜溜，唱两句。相机跟上来，还有，跟一个给那种旋转的那种镜头。旋转，快来！哎哎，快来！旋转，快来！哎哎，快来！快点来呀、啊！怎么了？哎什么？哎，快动啊！哎妈呀！对，腾哥吗？腾哥吗？没有谁出来拍游记的时候架子提着的。来。不装了，摊牌了。这是腾哥，哎呀！不装了。这是干了，这是干了。谢谢哥。我不可以站这边了。快来吧，王牌家族都说出来了，还不快来？